成品制作，两端去外背，利用自动机台将线材两头端的外背去除，接着是雷射切铝箔，将新线理好后放入定位夹，经过雷射切割机将铝箔切除，自动高频焊接，将理好的新线放入定位夹，焊盘经过振动盘滑入轨道，接着机械手臂将焊盘推出，与新线对准之后呢，进行焊接。内膜成型，将线材放入模具中按压开始进行内膜成型。内膜成型好之后呢，取出余料就完成内膜咯。接着是上下马口铁铆合，马口铁经由机台的振动盘将零件送入模具中进行铆合。外膜成型，将半成品放入模具中按压开始进行外膜成型。机台申请后，取出线材，取下余料，完成外膜检查外观。接着电气测试，确认成品能顺利导通，萤幕显示良品，产品就完成咯。